好，我是可可，今天很荣幸被西瓜平台邀请去参加科学院举办的科学节，正好是周末礼拜天，我们一家三口很难得的一个机会，因为好长时间没有带着孩子说去哪儿玩玩什么的了，今天我们一起算是小小的旅游，走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去西门找他们会合去，走。看多漂亮。现在已经到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哪个是啊？找找。这里边是太空，在太空上种的菜。这是在太空上种的生菜。这个是不是那个上海艇哎？不是上海艇。这个有点儿，这我没见过，这不知道啥品种，可能也是那个生菜的一种。哦，看电影，那个是环幕影院，第一次看这种电影，哇，好黑呀、啊！原来是这样的，这也是垫子，前面有垫子，然后全部人在围一圈，像篝火晚会一样，感受大自然。咱俩要是一块长见识了，对，是吧？真的长见识了。这是看植物画画呢。对，植物科学绘画啊，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植物科学绘画啊。植物科学画呢，是以科学与艺术为一体的，为植物分类学服务的，而演化来的一种绘画的形式。二乔玉兰，我画的不错吧？不错啊，好玩吗？这里太好玩了，是不是很多没有见过的东西？这个是什么实验？这是电池吧？对，这是装配电池的。然后我们现在进行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组装。充完电以后可以点亮灯。对，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夹子上。这是在充电啊。对。哎，这个灯泡亮了，亮了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电池的组装。再去看一个好玩的，仿生鱼啊。仿生鱼。对，我一会儿带他过去看吧，假的呀，这个你看做的多厉害。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啊，用意念来控制这个车往前往后。这是那个用脑电来控制这个智能小车的行动，依据它的那个注意力特征用了四个等。那个是不是那个张国伟做过的那个？应该是。张国伟做过。惯性，这是惯性。触电体验仪，这个是。触电的哈。啊。它那个电流打你一下那个感觉，知道吧？这个是做披萨用的，对，这是做牛排，哦、做土豆烤的那个西餐用的，对，西餐经常用。这个东西在我们生活类很常见，但是到他们这些手里面，他们做了研究，是吧？细分，是吧？对，这个就是科学。对，啊，终于看到一个你，我能说两句话的。今天真的是跟着孩子一起见了很多没有见过的东西，感受了很多没有感受过的东西。他这个平时也不对外的，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。好玩吗？他都不想走。给我们照一张，来，全景啊，全景，一二三，一。